哇！自摸吗？太尴尬了哦！刚刚三龙子的颜色。孙三花，怎么觉得自己的手还是小到一点？二三四四大半的手牌，好，非常感谢国伟哥的提醒。哥一直是我们频道最支持也最辛苦的催战大使。WEI 晚上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七万打成三点金六五七九万，因为手牌对子也够多，那打九万打成三对半也可以。是。那我们准备看，打五万吧。张的三桶拼牌了，三六条海底条子只有见一五条，时候来摸个一把，就会血流成河了。感觉最近的比赛都蛮 peace 的，很久没有看到血流成河的局面了。来，一二三四四大的手牌。六九万孤张同时存在，这时候九万的价值跟大致一样，因为来到摸到七八万也可以跟六万靠到搭，所以六九万同时存在，先打九万留大致是可以的。
安琪晚上好啊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是的，要猜什么？下家也烫到五条，打八条没动的话是听牌，嗯，打八条也是会动，还是会清，就是会变成有五条碰得到。Lazy Boy 晚上好，包鬼晚上好，包鬼要不要再来比赛啊？快点哦，我们的人气杯比赛直到今天晚上十二点截止哦。感谢安琪哦，不会不辛苦啊。好，是已摸到听牌了，有酒桶，海底是有件酒桶的，六桶上家也吃到一张，自己摸。太尴尬了，打八条吧，打八条，打八条。哇，自摸二花连三，一摸九啊！尴尬的微笑。啊，打八条，打八条。啊，东风没了，东风没了，哎、欸，东风没了，哎、欸。啊，先听八条，先听八条，八条还有吗？还有一张，八条还有一张，看着谁会更大啊！好衰，真的衰到明年了。啊，衰衰死人！单调二花连三，一样是九牌啊。嗯，少收两下，又是自己吐血。吐血应该是阿浩，他应该没有玩的。阿浩可能交对吗？那边碰，吃，再碰。这招就是全球人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招招高招等你出招，打开宅神爷，换你当大爷。宅神爷，以上影片感谢由宅神爷冠名赞助播出，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欢迎来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以及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直播上线喽，拜拜。